那几款了？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，因为大家有的人会水，有的人不会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比如说像人鱼，那扑棱个半天，他可能人就不见了。人鱼。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的是，像是胡文轩或者我或者左叶，然后我们三个就会很会游嘛，我们在水中会保持一些的冷静。我其实选的是林墨，因为林墨其实在我心中，包括性格什么，我也觉得是。一个让你选潜伴，又不是让你选。你看，吃醋了，吃醋了啊！真的很巧，他选他，他选他，他选他，对。不，你要是选了我就更戏剧化了。他爱他。那林墨你呢？我纠结蛮久的，就我有两个人选，一个是很有潜水经验。然后我跟他去年有来潜过水，他真的太皮了点，会有点担心。对对对，那个人我不说谁啊，就很怕跟他在一起会出生命安全。我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，很害怕。哇，我完全猜不到是我自己呢。我选的就是，你去看，他们已经互选成功了，恭喜第一对配对成功。先牵手，走吧，先牵手吧，来吧，牵手走吧，牵手成功。Why?